成龙大哥的那个助手。小光，你旁边有把刀，用牙把它咬过来，丢过来给我。啊？这样不好吧？小光这个角色就是有一点调皮捣蛋，然后也比较可爱的一个角色吧。他在这个电影里有什么作用？让大家哈哈一笑吧。上哪去找车？找车！哎 ，Parkdwell。哎，有车了！哎，快！在他们后面在飙车的时候，哎呦，哎，真的挺爽的。谢谢唐导，真的太好了，你给我开真车，你知道吗？也不怕我把车给他撞了，你知道？那我还挺高兴的。这是跟印度演员合作，也非常开心，全部还能歌善舞。我的动作就是他们教的嘛，然后他们教，然后我把我自己跳的舞蹈也稍微放一些在里面。其实我跟艺兴电影上是首次合作，很努力的一个好兄弟，他也是能吃很多很多苦，承受很大的压力，都好像没什么的样子。就你看有一次他来拍戏，一句话没说就掉上去了，就啪啪啪啪啪还弄伤了。我就问他，哎，怎么了？好像状态不太好。他就我昨天只睡了一个小时，我才从韩国回来。他就是这么一个人，所以觉得他真的很棒，很坚强。